小韩又回来了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没想到竹篮打水一场空啊，拿到的双矿机只偷懒不工作。不过小伙伴们说，远方的小岛上有一只霸王龙，能用肌肉来驯服它。终于出来了，待在地下我可要闷死了。这附近怎么全都是蜘蛛网啊？不对劲，难道又是史前蜘蛛？妈呀，树蜘蛛，蜘蛛的我快跑！怎么跑得这么快，最后还是被咬了呢？幸好星星庇佑，我跟你无怨无仇，为什么要追我呀？还不是你敲了我们的家呀？看吧，出来混还是要还的。这人也看不下去，帮我一起击退了蜘蛛。呼，现在是互落平阳，被犬欺，送你一把小猫。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我想溜了，拜拜了您嘞。跑回家里，肚子都咕咕地叫了。为了不饿肚子啊，还是要下地耕田，顺便沿着海边开荒，撒上希望的种子。现在也只有时髦的伤害最高了，来一背包出发找小鸡。小鸡小鸡你在哪里呀？听到鸡叫啦，不好意思啊小鸡，你的答案打得我永世难忘啊。当然也不是一定要杀小鸡啦，可以摸一下罐子啊。哟，出了个羊毛，终于可以去睡觉喽。小鸡旁边有一只恐龙，可要小心点哦，要以迅雷不及的速度把这小鸡拐走。前面还有一只呢，接二连三，太棒了。从早上收集到晚上，回去烧制鸡腿肉，看着这天都黑了，睡上一觉，明天早起香喷喷的鸡腿肉就烹饪好了。一共收集了64个鸡腿肉，也许能够做出10个烤全鸡啊。希望能够一发即中，去找霸王龙去。看见前面这么庞大的身影，想必就是霸王龙了。幸好是怕水，不然被它咬一口，必定是要疼上几天。正所谓借富贵险中求，把这霸王龙用方块做个囚笼，防止它逃跑。乖乖，做我的小弟吧，带你吃香喝辣的。谁要做你这小屁孩的小弟啊？我咬死你！可恶，我也不是吃素的，给你尝一下长毛的厉害。打一巴掌吃个枣，我只有11个烤鸡肉，做我小弟就全给你了。就这11个，都不够塞牙缝的。不可能，这个是我精心烹饪的。哼，看我一口就把它吃了，没有20个烤全鸡，别来找我。哎呦，可恶，20个烤全鸡就剩120只小鸡了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去去就来。我又回来了，带着16只。16只啊，说好的20只呢？现在我饿死了，你给我再来50只，我就跟你走。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？50只烤全鸡啊，要击杀300只小鸡才有可能获得。哎，这大陆的小鸡是要绝种哦。为了不让其他恐龙欺负，就只能够忍着去找小鸡了。我又回来了，20只烤全鸡，这一次我就不信带不走你。躺在这阴暗的小角落，打一拳给个烤鸡，加大驯服的几率。看你这么有诚意，我就跟你走喽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、终于成功了，这下再也不用怕会被小蜘蛛欺负喽。可是我要怎么带走它嘞？有啦，回去拿马鞍。跋山涉水，终于把马鞍带过来了，在这给霸王龙套上，让我好好骑骑。怎么看着好像是霸王龙骑小恐龙啊？还打算威风威风，没想到是霸王龙骑到了我头上来。我这个年纪承受了不应该承受的重量，不过还是得哭着带回去。可是一路回来就没有一只小恐龙害怕我的，可恶，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